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天神国，我系天神。咁今日咧，台服新射雕群合传正式推出咗呢个独孤求败嘅任务啊。咁就呢个剑魔为重啊。咁就中意嘅记得订阅天神。咁今集就会同大家讲下咧，无货又好，货奖又好，咁你要点样先攞到呢只独孤求败咧？又会讲下呢个剑宠究竟系点样玩嘅。咁中意记得订阅天神国啊。好啦，咁就我哋先睇下咧，佢有啲咩礼物先。咁咧，佢就系用剑耳嚟玩嘅。咁而家右下角有剑耳啦，咁就挂机，每个钟咧挂机咧就有五个剑耳，咁就唔使上线啦。唔系讲紧上线，即系可能你挂八个钟机，开翻机登入咧，咁你就八五钟就四十个剑耳啦。咁就每日咧就最多24个钟啦，24个钟乘翻五剑耳，即系一日咧就可以有120个剑耳。咁你几多储存？42。咁即系你每日都一定要登入咧去攞呢个剑耳。如果唔系你爆咗上限咧，咁就会少咗啲噶啦。咁可能影响到你，可能冇得免费拎呢只独孤求败。咁首先大家最关心嘅一定系无货可唔可以拎到独孤求败？答案系可以，但系咧系有条件嘅。咁你一定要每日做晒任务。我哋先望咗只独孤求败点拎先。首先望下左下角呢度。咁就500剑耳就10粒个醒石啊！呢度一定拎到噶啦，好简单，几日就拎到噶啦。咁啊，1500分咧就换呢一个100岁独孤求败，咁即系送一只俾你啦。咁呢个1500分大概系几多咧？咁啊，依家睇埋啲任务咧，咁啊大概知道你要做啲咩啦。咁啊，任务望一望先。咁就戰備強徵50次，即系呢度啦，右上角呢个啦。咁就我唔觉得无货做咗，所以呢个咧无货系可以 skip 嘅。之后杀敌500呢个每日都要做噶啦，呢啲杀敌轻松啦，500人。摆张龙剑成功挑战10次，嗱，成功挑战10次，你打赢10次啊，快速挑战都过咗噶啦，呢个根本上，咁就神话招募10次呢个可以 skip 无货到，无货系可以 skip 神话招募同埋呢个，同埋呢一个战备强征嘅战备库强征嘅呢两个系可以 skip 嘅，之后其他嗰啲要做齐，每一日都做齐，咁你大概咧一个礼拜加埋就有840+560剑耳啊，咁啊1400剑耳到啦，再加个限时有冇咧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好，咁首先我哋阵间先再计数，睇下先。高级招募10次呢个得啦，应该冇问题嘅。因为佢每一日都送5抽俾你啊嘛，依家咁你自己补多5抽唔难啦，即系每日任务3抽，咁再自己货多2抽啦，你最多。咁即系再加限时任务咧，咁就你可以做挑战4绝咯，好简单啫呢啲。每日6点咁样记得准时打，咁已经有200啦，咁已经过咗个 requirement 啦。咁所以系冇问题啊，无货系绝对轻松拎到嘅，咁唔使做晒呢日常务。你唔做呢、這个，你做士刀大会全部打嗰啲陪练咧，你都赢到150次嘅应该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无货系一定拎到，那个问题系。其他人咁有咩嘢抵货咧？如果你想货金，即系我对啲小货有咩建议？我觉得小货咧玩呢个活动咧，你要去到5000分咧，我计过啦。你可以见到剑宠物礼物，即系呢个剑宠礼物其实就系讲紧货金啦。咁呢度连续货7日，咁大概咧就有1350分，1350分你计住啊呢度，呢度就纯粹系为咗攞个 skin 嘅啫，合拍 skin。呢、这个位置呢对你可以上到分不大嘅，一定要上分你买超值礼包，啲700-800一下俾100个令你，即系1000分，咁呢啲先多嘅，咁你买4个就4000分啦，咁呢度又系啦，40×50就2000分啦，呢度买晒已经系6000分啦，咁呢啲上分先快嘅，咁你就先可以咧，即系你见到啦，啱啱我计应该都1000-2000蚊啦，你咁样先可以拎到呢一个100岁再加个数字，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小货，我唔建议你货咯。呢、这个你我宁愿你攞入主题，即系你用我嘅方法计咗7日，拎到入本体喺神话招募，慢慢抽神话招募，一定唔使2000-3000蚊啦，系咪先？咁样玩反而更抵啊！嗱，货奖你要拎到个独孤求败称号，咁啊另计。15000蚊大概都成皮嘢嘅呢个称号，即系我冇特登去计，但系成皮嘢。啱啱我嗰度货晒。我试下略约数计一计啊，同大家啱啱嗰个系咩啊？15000分啊嘛，呢度呢6000分啦，睇下先，4500系啊，2000，之后呢度4000，6000，之后呢度几多钱啊？6000呢度已经讲啊，1200啊，唔系喎，呢度1600，7428，7428，2800，哇，屌咁贵，4000蚊，哇，已经4000蚊噶啦呢度，咁啊6000分，都冇计错啊，系咯。4000蚊先得6000分，你10000-0000蚊咯，系咪啊？咪成皮嘢咯，咁样计翻。咁呢个几多啊？呢度就5200，100咁就1000分啦。呢度350，
嗰一千零分加埋嗰七千零分，呢、這個更加八千零，即係你仲要每日數啦，呢啲每日禮拜每日數咯，因為呢度都有成一千千幾分嘅，每日一千幾乘七都七千幾，咁加埋咧先夠，咁所以你見到都幾問水，即係你就算課獎你都要分開逐日課，你就咁課曬佢都未必拎到個獨孤求敗證，你都要每日課埋嗰千幾分。咁二萬呢個我唔知道做係咩啊，二萬呢個咁樣拎，我寧願你神話拎，同埋你可能物狀嗰度遲啲拎完佢本體咧，咁就可以換埋添。咁就我寧願你咁樣啦。啊，加速呢度我試下俾大家睇啦，趁依家。咁啊，三十劍二啦，咁啊啱啱即係嗰啲零啊，你見到啱啱劍種禮物好多呢啲零，咁啊確定啊，咁啊三十劍二。咁就呢度仲有個劍魔遺物嘅，劍魔遺物呢度就四樣嘢，佢就話當收集一定建議，佢就彈出嚟俾你，咁有元寶啦。有五十萬糧啦，同埋十抽俾你咁樣嘅，咁就應該有隨機抽嘅，冇講。佢話你儲到咁上一劍二就彈出嚟俾你啊，就唔係換啲專武咁樣等等。咁呢個活動，我最後中局小貨、中貨、無貨都好，都係拎日本睇神話招募又好，咁樣其他方法練又好。即係我覺得慢慢練啊，唔好為咗啲專武啊嗰啲而去課。咁課獎就冇得傾啊，課獎你想課一定係課到獨孤求敗拎嗰個，因為都拎加幾多嘢啊，加 8% 呢個普攻可以吸取怒氣50，呢個都幾勁啊！獨孤求敗呢個稱課獎課一萬零蚊換，咁我覺得抵嘅，黐線抵。即係我覺得課獎換啦，呢、這個稱號有型，應該都夠你用曬呢個成隻 game 嘅啦。咁暫時就係咁咯，呢個活動。咁就新年活動咧，我就未見到話有啲咩新嘢出現。咁希望佢可以年初一咧加啲新活動。如果唔係咧，得呢幾樣都好似唔係好夠喉啊。咁但係咧無貨啊，係一定拎到一隻嘅，咁又唔使。同小龍女活動其實一樣，都係送一隻俾你，只不過咧就個形式有少少唔同，可能大家冇貨咧咁開心咁解。咁希望年初一咧會多啲新嘢啊，俾啲期望佢。好，咁今集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呢個可以幫到你啦。咁中意嘅一定天成果。